Hey, 大家好，我是 Kelly， 我是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经纪。我住在 Sarasota 这个美丽的海边城市，这里的 Siesta Beach 是多年被评级为美国最好白沙滩城。 Sarasota 有美国十分学校，所以吸引了大量的华人来此定居生活工作。 Sarasota 都是著名的美国最好的退休城市。2021和2022全美国统计数据，佛罗里达州是迁入人口最多的州，高性价比房地产投资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州投资者。嘿，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1月8号星期五，今天继续和大家介绍新上市的房源七天的情况。 OK， 首先看一下 New Listing， 七天的 New Listing 情况，11515，降价的12123，过户的6121， pending 的7574。三天的情况，新上市房源7073，降价的8076，过户的3656， pending 的4336。三天情况啊，在这三天之中，pending 的情况比卖掉比过户的多 ，OK， 4300，3656。好，我们再看一下24小时的，现在是9:24，新上市房源2061，降价的2168，过户的1074，判定的1098，判定的今天多啊，比这个多一点点，这个降价的也比新上市的房源多一点点，大概多100。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来精心挑选一些七天之内新上市的房源，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这是在 Venice 的一个房 ，OK， 是2015年盖的，刚上市第一天。435啊，这个啊是2015年比较新的啊，两个卧室俩卫生间 single family home， 物业费356，面积1437，总面积2060平方英尺，它的房地产税7330，是出租房，地块的面积0.15，它的物业费300多吗？包括 fee includes 24-hour guard， 这个有门卫啊，有线电视，小区的游泳池，还有上网的 WiFi Internet， OK， 还有割草、游泳池打理，还有 Private Road Recreation Facilities， 包括警卫啊，门卫。看来是 Gated Community， Yes it is Gated Community， 有线电视上网的啊 WiFi， 还有游泳池，还有割草，这个 Internet 和 Cable TV 能不能100，然后再加游泳池100，隔槽100，这100、200、300已经多了，是不是？还有呢？门卫呢？所以说300多的物业费还是比较划算的，356啊。还有俱乐部呢？健身房呢？好，那就看左边吧。瓦房顶，前边不是 oak tree， 这个比较好。后院有栏杆啊，这前院，它是玻璃门，比较明亮。地砖，大理石台面。这个岛台挺好的哦，这边有水池，这边只是岛台，这好。台下盆，大理石台面，台下盆。15年的房子的窗户也应该是合乎标准，应该是抗飓风的。OK， 哦，这个后院是吧？这个可以去后院，从这儿厨房就可以去后院。有栏杆，这栏杆是撑出去的啊，他家栏杆比较大。后边是 private， 有墙、院墙，还有这个树。这下算比较有 privacy， 要种一些这些，底下最好有那种铁片，否则往里蹦土。这大理石台面是吧？挨冷的挺好，在这里可以吃饭，做完饭直接拿到这里可以吃饭，挺好的。是吧？岛台嘛，这可以坐着的。
这个呢，bathroom 呢，这是化妆台，这是 sink。laundry room 的，他家喜欢绿的哦。我的墙也是绿的。这个是clubhouse，游泳池，这还有游泳池，网球场。这小区值，这个物业费值，OK，小区不错的，俱乐部，游泳池，这边还有个 hot tub，right？绿化，还有个很大的湖面，小区一般都在很大的湖面那儿。哎，这个 pickleball court，它不是蓝色的，是绿色的。然后还都有小亭子，你在这里退休真的，你就和他们这个打球啊干什么的，这个退休生活还是不错的啊。健身房每天就可以健健身，在自己的俱乐部就可以了。这个呢是，行，这房不错。这是 Meredith's home，4329，它是湖面的啊，对着湖，然后这边没有邻居，看见吗？这边，所以这个房挺好，这个位置挺好的。就是说，南面呢是对着湖，然后北面是车库，这个房挺好，因为对面还没有邻居，看见没？这都这个，然后这边会不会有房够呛？这边这样盖下来，所以这个位置非常好啊。Meredith's home 它的棚顶就是进 in attic，在 roof 底下它都是 insulation 的 window。Spray foam, OK，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房怎么样。OK，这个房啊，我们看一下，它是4卧室，2个卫生间，总共的面积呢是2000多，总共面积啊，total area 2284，它的 heated area 1840够用的，做出租房可以。它的小区的这个物业费12.5块都有啊，网球场啊，dog park，游泳池、俱乐部都有，嗯，就是没有门，大门，但是这个。绝对划算，新房啊，绝对是新的，是2024年盖完的。OK，Meritage Home，它的 Property Tax 没有呢，因为还没有卖。Lot 是0.16，好，我们去看一下简单的周边，估计也是 Model Home。看它，这些都是 Model Home。看 Actual Home，Not Actual Home，这是 Builders No Model Home。看大理石台面，大概的形式就这样啊。Model Home 这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房跟大家强烈推荐一下。因为后院没邻居，很远没有邻居。OK，离俱乐部还算可以吧。这个是离潘丘斯库不远的地方，开车大概7-8分钟，58.5万，2022年的房啊，新房，看见吗？然后呢是 D.R. Horton 的 Builder，2000多平方英尺。OK，所以这个是挺便宜的哦，2045，总面积2751。物业费218，这是 gated community。然后它的房地产税，它是出租房啊，6002。它的 lot 是0.14，它物业费是218。它是 gated community，有盖儿的。这好像没有盖儿的，它这写对吗？然后呢，common area taxes。Community pool, insurance pool, maintenance trash. 然后呢是 community mailbox, dog park, gated community guarded, guard, irrigation reclaimed water pool. 就它这个呢，包括这个，好像不包含割草，没有写。它包含这个啊，gated community 这个 pool, clubhouse，还有这个 mailbox, insurance，看见吗？还有这个游泳池，你这218包括这个盖儿的和这个铺和 clubhouse，所以比较安全啊。我们去看一下照片，这小树是还有花，这个岛台很好，底砖，这是第二号的 home 啊，2022的房新房，学区房啊，离学校不太远，大理这些 vanity 是大理石台面台下盆，这个门像是大号的，看见没？因为一般这个 ceiling 都挺高的，所以这个离那个大概1尺吧，1英尺。这个是看来是 master bathroom tub and shower，有地毯。这个 three ceiling 可能是 master bedroom，这个不一定是大理石的，它这不是在台下嘛，它在台上，也像大理石这样，干一定要看，一摸是凉的，然后它没有接缝。它这就好啊，这个蓝带，
这个纱窗土崩不上来。OK，这个好。比如说有些动物什么的，它也不容易搞坏你的这个蓝带，所以做这个别看它贵一点儿，它绝对值。OK，做这个蓝带这个用，如果你坏的话，你也加一块儿，是这样比较好啊。那个蓝带纱窗不容易被弄坏。好的，这个房值得推荐，学区房啊，有学区要求的这个房还是算是新房，二手房两年新。这小区是离沙滩比较近的一个小区，物业费呢6块2毛5是 optional，可交可不交啊。这个房的特点是地块比较大，0.25的 lot corner lot，OK，0.5还是个 corner lot 的面积呢不是特别的大，是1355，总面积2275，它是一个破 home，看见吗？我特意把这个照片拿到第一张，然后它的物业它的那个房地产税。不是自住房啊，出租房4450。它这个主要就是有个游泳池，挺漂亮的啊。我们从第一张开始看吧，这是第一张，两个车库，这个 driveway 没有裂缝，好像没有裂缝啊。这儿有，但是前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树，瓦房顶，好像是双门。OK，French door。它这个呢，你看啊，是双门，它在后边没有什么树，看见没？这个是你家院儿，在这儿呢，你也可以把这院撑出来。然后这就成了你家的后院，在这里再放些什么东西，你说是吧？还是跟别人家都是，因为这个是你家的前院，你想要点后院大一些，放一些床车呀，或者是 trailer 啊，你给这地儿再加个 driveway，或者在这儿弄个这个 driveway 是吧？这是你的自己选择，因为这是你家的前院，这前院，后院你是可以把这个 fence 拉过来，你院儿比较大，但是你为了眼帘，在这个窗户也能看到外边。在这儿能看见，这房挺好，就是有点小，OK，但有游泳池，还有蓝带，OK，继续看，这房我看挺好，我挺喜欢，49万9，前面没有乱七八糟，弄得干干净净，飓风，我们继续看有没有飓风的损坏，看见了没有？家里还是该啥样是啥样，一定要维护房子，到了10多年的那个屋顶一定要换一下，不换就被刮跑了，就容易漏水，嗯哼。你一定要 maintain 这个房，这是不是大理石台面看不出来哦？他家橱柜也挺怪的啊，这是黑的，这是白的，挺有特点啊。这个 stove 应该换一下 range，这个啊太老了，这个也是应该换一下。然后这儿的灯，他好像换了啊，原来的管灯看样子老式的啊，72年的房，家里弄得还挺干净，挺好的，着实。两个窗户，这窗户是不是 double pane window？三个窗户啊，一二三，很明亮，这也挺好的。卫生间，这个是老式的，这个灯换没换？这个好像是老式的，你可以自己换一下，不难，挺简单的。这个是另一个卧室的卫生间，这好像换了，嗯，这不像是老式的那种灯，但是这个 vanity 是老式的。吸顶灯，这个好像是灯，这个是拉门，应该是卧室吧，但这屋没有床是吧？study room 可能是 office，这是 laundry room 吗？还有一个这个台子，这啥意思？有个窗户，他家是那个黑的，然后也能白的，反正他家打理了，然后开门开窗这个都不阻挡啊，都把这个门收进去了，然后。这有个蓝奈容啊，然后是泳池，他家这个泳池值钱了，地值钱，0.25的 lot，这儿好像有 crack，再补一补。游泳池啊，游泳池这是，然后有 fence，家里弄的院子也搞得干净，没有用东西都搞出去了。这边儿，OK，这边它有 fence，这边。所以是这样的照片啊，看一下这边有这个 fence 在这儿，这是他家的 fence。啊，干干净净的吧，corner lot 是吧？你家在这儿能不能停车？有停车的吗？没看见。他家没有乱七八糟的树啊，所以说很干净，很干净。这飓风刮的，估计是吧，刮成这样。
这应该 trim 一下，行，挺好吧？这个绿草也是绿的，屋顶，这地儿怎么回事？是不是房瓦掉了？这地儿好像房瓦掉了。好的，这个房啊，应该算是没有物业费，是可交可不交的。然后地块很大，0.25的 lot 还是空的 lot，所以这个是优点。OK，它的卖点啊，它这个这 Sunshine Gem，OK，、okay, 刚上市第一天，估计这个应该很快就没有了。这价钱呢，去年跟这个差不多的，也有个泳池的，当天就 pending，告诉你，2022年当天就没了。就这小区，我认识那个经纪卖我房那个经纪，他是五十七万五卖的，他当时49.7万，他是57万5卖的。这是个 villa，35万5，1988年的还行，不是特别老，上市7天了，1340平方英尺，那么总面积1810，它有两个车库这个啊，还有房顶。物业费稍微高一些，不算很高，这算是便宜的。OK，有的600多、700多，这500多它包括割草、游泳池，还有 cable TV、maintenance ground，所以它这个还挺划算的。房地产税比较便宜，3506是自住房。OK，你看一下这是蓝奈前院，这干干净净是吧？大理石台面，台下盆。装修了这个啊，灯这个灯变了，这厨房改了，的80几年的房了，所以这个进行了更新啊，厨房更新了，洗衣房，主卧室，卫生间也是啊，它进行了更新。卫生间都有这个 vanity countertop，大理石 countertop，granite countertop，有个小后院。这家他搞一些这个砖，自己就有一个地方，他家就没有搞，对吧？搞一块自己有一块地方，barbecue 啊，乘凉啊，游泳池。前院有一个小的 screen 的 porch，行，这就这样，看完了，比较便宜。这房特便宜，29.99万，还是1567平方英尺啊，191个平方没有物业费，但是它是 investor alert，这房一定飓风是怎么样？看一下啊，this property needs some love，and is priced as such. Roof AC and hot water heater, wood look ceramic tile, all less than 10 years old. Property separated into a two-bedroom, one bath, and a one-bedroom, one bath can easily be returned to its original three-bedroom, two bath. Plumbing issues have arisen since the storm, and the seller has contacted home insurance and is awaiting a determination. Priced for quick sale. Tenants occupied. Call for an appointment. 0.17的 lot，只有一张照片啊，因为有房客，所以没办法看房啊。他这个 lot 是70乘108，比较宽的 lot。物业费啊，他说的是 homeowner 住宅的，1966，这可以修修。他说的 plumbing 啊，因为 plumbing 他这写的，因为这个 storm hurricane。这 plumbing 有点 issues，这你就修修这个，它变成 duplex 了呗，29.9万，里边住着人，主要是什么？你们说这里边住着人呢？It is occupied，行，tenant occupied，行，住着两家，有一个车库这还，啊，space 一个车库，这个啊，这间楼房29.9万，30万吧。这是 Sarasota，它的房价是比较便宜，36.99万，37万了啊！1994年的房，上市4天了，面积还可以啊，1346平方英尺，总面积1907。它是有两个 car garage，它的物业费非常便宜，291.67块，一年3500。
它这个物业费包括 escrow reserve funds insurance maintenance exterior pest control mailbox。所以这个比较便宜，才290多，没有游泳池，这也没写。然后打理外边还有这 insurance，挺便宜，在这儿收的啊，这个挺难找的，这个价钱挺便宜。这就36.9万的是吧？离那个 university 挺近的，这边就是 farmers market，这边就是 UTC Mall，刚才它就在中间，然后再往这边就去 airport，所以上高速非常方便。OK，出去就是高速。OK，然后呢？这个小区呢没有出来，就有公交车，二路车。OK，这是二路车，他就去这个 mall 啊，买菜就去这个 mall。OK，去这个 shopping center 这儿买菜都可以的。OK，你看这个车就出去了嘛，然后就顺着这儿就去了。OK，去买菜都到这儿可以。OK，到这个 shopping center 就可以买菜了。这是二路车啊，他从这儿出去。对对对，从这儿出去，怎么去都可以啊。他呢就去这个。shopping center 可以买菜，OK，就在这儿，Lucky Ridge 在这儿就过来了，买菜就在这儿，OK，Sorry，就很近就到这儿来了，OK。然后它这没有什么，它这个小区是这个的，你看看它这个，这小区是哪个？它这有这个，那这个网球场什么的是吧？但是呢，它是哪个小区？它没有写这个，它是这个小区的知道吗？这小区可能现在开发，这是 dirt，这是土，那是 dirt 吧？这都是 dirt 还没有开发好呢，还是怎么回事？这点不太清楚啊。这个是 satellite 的照片，OK，OK，okay? Okay? 所以这个地点还不错的。这方和大家看一下啊，挑出来一个这个海边，这是河，Manatee River，这是河。然后这个第一、第二、第三个房，还是第四个房啊，被淹了，61万现在要价。Flooded，OK，它是新窗户，乱七八糟，读了一遍，新的拉门，然后能钓鱼，在这儿能出海。但是呢，home sold as is，this home was flooded during Hurricane Helene，OK，房子多大？1830，总面积2280，没有物业费。这个还是啊，有的海边也有物业费呀、啊，很贵的物业费。这个呢，1957年的房都是 block home 吗？它这个 lot 也挺大的，0.26。它这个房也是 block home，屋里那个插销、插座那个地方都被水淹了。大家先看一下照片，往后看啊，快点看，这就钓鱼。哎，大家想出海呀？哎呀，看这房行，它在海边，但是德州经常刮飓风，那么今年的3次飓风都是比较大的，所以估计家家户户被淹了，只有2层楼的。土地垫高的也许没有这些旧房，地势低的肯定要被淹啊！看见吗？这是插座吧？这都被人家拆了，看一下里头怎么样？你看有插座的地方全被掏空了。看一下，这是 concrete block，60多万，OK，61万。这房61万呢？西报都弄起来，他还没有捣鼓这个西报的事儿，AC 啊什么什么的啊，他说都是哪年换的。10年之内好像说的，OK，这房子这样哈，大家喜欢这种装饰，看见了吗？这是他家前院一个 car garage，但是人家有河道啊，这个家家户户这样的一个车库，一个车库，这家也是一个车的车库，这不吗？就这样的房，OK，好了，都看完了，这是个机会啊，A 他是要 flood insurance，being sold as is，OK，然后说的。Replace 的2002 Windows Impact Window，看到 High Impact Sliders，好，Roof 是2019年的，这个房呢，你这要买来之后，你得垫高，你把它垫高了点，否则再来飓风，所以这个啊是这样的房，给大家琢磨琢磨，你想怎么办？但这种飓风是否每年都有啊？琢磨琢磨，还挺便宜的，地也比较大，没有物业费。啊，想划船出去出海，自家后院就可以。给大家说这个比较新的房，2023年的啊，这是 Water Access 新房，2023年的啊，75万，79万，面积2507平方英尺，漂亮这房。
我好不容易挑的这个房啊，是 water access，对那些想划船、钓钓鱼、这个吃鱼自由啊。再一个，你就在小区里就可以钓鱼啊，247的物业费多便宜啊！这个，然后也不用你打理这个 dock，这个那个的，你就花这个钱。然后这个钱是否包括那什么，你还要确认一下。你看，boat slip dock intra coastal waterway marina water access waterfront。真的很便宜的，这 quarterly 这写的什么玩意儿？哦，master 这还有个 master 的，这 quarterly 358还有个 master annually，OK，看一下照片吧。那个他的房地产税啊，不是自住房的，是出租房的，1万多，但是会有很多人家喜欢这个，想出海，在自己家就出海了，后院哈、啊、还是小区，咱们看照片啊。在小区，这个门子玻璃门大号门啊，218，这个门牌号漂亮。这个像是地砖，有地砖的这个 grout 砖缝，全是新房，2023年的房啊。它这个大理石台面、台下盆 vanity，这个是 powder room，laundry room with a laundry tub，这个房比较高档。看啊，咱们继续看，你看厨房漂亮极了，这是另一个卫生间，这个是客厅、厨房吧，然后这 ceiling fan。吹 ceiling 漂亮，看，老大了这空间。这边是主卧室，看啊，继续看。客厅这个估计 washerless stage 的这个就是自己装的，这是空的。地上还有插的电源的口，这看见了吗？这是房比较高档，OK。很大的一个岛台，真漂亮，钱也漂亮啊，75万。Granite countertop 也是 quartz，啊 quartz countertop。很大的一个岛台啊，漂亮！这不是100多万呢，这个是75万，2000多平方英尺，2500多平方英尺。这是吹 ceiling master bathroom, dual sinks, shower, frameless vanity。这是 walk-in closet, shower, another shower, right? OK。这就是 backyard，有个篮篮。2023年的房啊，周围都有这小草。这是 floor plan，2500多。看，这就是小区的 dock slab，有这个船啊，游泳池、俱乐部，俱乐部，台球。这是你家，这看完了，这个是啊，给大家一个机会，想去玩船的话，要 slab。给大家分享这个 Dear Houghton 的房是39,2025年建的啊，刚上市一天，2605平方英尺，5个卧室，3个卫生间，3月7号，2025年能够完工。OK，project complete date，这个就是它的应该是样板间的照片，是这样一个格局。然后这个后院有湖景，OK，这个啊。后院有湖景，还有个44万，他俩隔壁一样的户型，一样的户型，OK。好嘞，这个 Dear Houghton 的这个房啊，就是二楼和楼下都是砖砌的，所以说对飓风来讲是比较结实的。它1个平方英尺才121，朋友们，看见很便宜，这个房确实很便宜，43万9啊。这个是2005年的房，41万5啊，很便宜。这是 River View，在 Tampa 的东边靠南一点，东南方向，离 Tampa Airport 也不远，开车大概40来分钟。这个是施工时上卫生间，物业费挺便宜的，43块钱，面积2955，总面积3485，房地产税是 Homestead 的6859，它的物业费啊。很便宜，包括 clubhouse deed restrictions, dog park, fitness center, golf carts, OK, golf community, OK, park, playground, pool, sidewalk, tennis courts, 这个 HOA 包括 community pool, pool maintenance, recreation facilities, 它这个是
活着嘞，129块钱，就是3个月，129。好的，我们就看一下照片吧。这个是属于 Hillsborough County，这个是 French door，挺漂亮啊。它这个 lot 挺大的，0.25的 lot，它是在 cul-de-sac 后院很大。来，我们继续看，这是 cul-de-sac，它后院这边，它这边有 fence，他家没有弄。然后是2层楼。双门 French door office. This is the entrance door here. This is the office or dining room, you know. This is office, I believe. Dining area, maybe. Laundry room. Living room with the yard, right? Pretty big. 它是这样的，它是这样的，所以它这个沙发怎么看？这边是厨房，kitchen。哦，这样子它才能和这些互动了。对，这边，I see，好像是 countertop 啊，好像是，那里是个 countertop，好像都不太，还是要近距离看一下。这楼上不同的房间啊，这是红色房间，把手这可以这个啊。这可以，这有这个，这个 bathroom 有窗户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叫明卫，在中国介绍房的时候都这样，明卫明有窗户的卫生间叫明卫。OK，这好像是 master bedroom，master bathroom，pretty big，还有个椅子可以坐下来化妆梳头，closet，walk-in closet，big yard。You can have a pool here. You can have a lanai here.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you have to spend money. This is a tree. What kind of the tree it is? I don't know. You have to find out. So this basically doesn't have to patio, the lanai area. You can build one or make a pool like this or build one like this, the lanai, right? So you have lots of parking. Here you can park a car here, two, three. And over here, footy deck, you can park car here. So it is mumble parking. So when you have guests, you can park the car here. Pretty good, big place for $415,000. The listing price, right? This is the clubhouse, I believe. The pool. This is golf community. You probably have to pay the membership fee. This is the clubhouse. You pay only $43 for those amenities. Okay, that's it.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have a nice weekend. Bye, good night. 谢谢大家的观看，希望点赞、订阅、转发、评论，下次再见。